每次旅行，我都能感觉到他就在不远处，大概下一个转角就能遇见了。躲在哪里呢？或者有谁见过吗？睁大眼睛，调整呼吸，放慢脚步，别放过每一次新奇。你听见了吗？旅程的目的地，心会告诉我方向。寻星之旅从资生堂开始。 Shiseido Ginza Tokyo